看到了花莲大西瓜，香甜多汁，口感佳，品质水准不输给西南部的县市的西瓜产地，也因此引起了小小的觊觎。瓜农日夜镇守在瓜园内，相当的辛劳。花莲西瓜产区的警察单位也特别了编派护瓜勤务，日夜的巡逻，遏止盗窃发生的机会，也保护瓜农的安全。贴心用心的服务，让农民是相当的感心。白天广阔的西瓜园里，除了瓜农忙着巡视，执行护瓜勤务的园警也忙着巡逻。入夜后，工人忙着采西瓜的同时，一旁也可以看见园警巡逻的身影，令农民安心又放心。八颗，上面八颗，八颗，八颗，对，六八，六八，六八，现在等等。六八了吗？对。五月，花莲中南区秀姑峦溪凤林镇中心埔地区的大西瓜陆续进入采收期，香甜多汁、口感雄沙的大西瓜，品质水准相较西南部嘉义、屏东的西瓜产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尤其花莲大西瓜品牌市场炙手可热，也引来宵小觊觎。而为了不让农民整年辛劳遭人破坏，凤林以及玉里两地警分局也特别编派护瓜勤务，遏止窃盗事件的发生，也保护瓜农的农耕交通安全。本分局为保护农民血汗财产，五月份起即执行护瓜专案，针对西瓜易遭窃之时段，统合分局各项警力，以小区域巡连巡、大区域跨巡、深夜联合巡逻等方式，绵密投入各项警力，针对秀姑峦溪畔瓜田区加强巡守，与连外道路花193线、台9线、台30线主要干道执行守望勤务，机动盘查可疑运载西瓜之大货车及可疑的人车，以遏止不法，打击宵小，共同维护南区宝贵农业资产。玉里以及凤林两个警分局用心贴心的服务，令农民们就甘心。警方也进一步表示，在此也特别呼吁民众，如果有发现可疑人车进入瓜园或者扬称受雇工人，请尽速通知当地派出所或拨打110报案，警民合作联手护瓜。记者石玉兰，凤林、玉里采访报道。